你感觉咱是不是应该亲像做出错我时间同款，前几礼拜才阁说，我真正做袂到。咱大家想看卖，24点钟穿在咱身躯顶的内裤，更加有可能卡到大量的细菌，还阁有粪便。你什么时阵要甲姐妹结婚啊？什么时阵？我是惊姐妹扣人入去。是啊。你若是对我恶了，我就收落来。你到底是要创啥？连你已经做到太上皇了呢，还搁咧关心国家大事，那若不是伊吼，清朝哪有可能兴旺遐尼侪年啊？一般你哦，有悔时阵，嘛是做出足侪错误的决定。之前的好亲像一只鸭被共款了，你弟弟后壁安尼哭哭叫，你当然嘛会感觉足忝的。我会建议你爸爸，和你哦直接住一年，你早安哦就会惯习啊。不可能，您希望最后啊，得到是双赢，不是双输局面。所以讲谈判是假的，让你失去股东的信任，才是真的。应该真清楚爸的意思嘛，未去做什么奇奇怪怪代志啊。你这么想过华派物件就对了，所以我想要趁这个机会，嘛做一个调整。你应该是希望恒大后一届董事长是你的后生孙焕仁。是。风中飞，我的心内面有一句话，爱你，永远袂后悔。酸笑花蕊也飞，将感情写手底，心已经决定。将你走做，梦里千万回，阮是啥人的？想着相爱的情话，梦再回，目屎随风一直飞，想要叫你无地找，甘知我。心已经决定将你走做，梦里千万回，阮是啥人的？想着相爱的情话，梦再回，目屎随风一直飞，想要叫你无地找，甘知我。